大家好，今天是一个下雪的日子，结果又干啥去了？拍年，就再瞧瞧，出去，是谁啊？小飞飞啊？再给奶奶烫给大伯了。去谁家呀？去奶奶。我爷爷家里抽烟这段时间没人管他了，他想在哪抽就在哪抽。一个下雪的天气，今天突然下雪了，你。越下越大了，现在。到你往二楼坐。过年的小雨烧把车烧了。嗯，姐姐，你没去吗？到谁师傅才中奖？王强，你来了吗？王强，飞飞啊！还有这么多的菜的，坐坐下。哎，就这个，这也没有多的。我不吃，我们做些肉粥。我这是里脊肉，没。菲菲啊，这气人的吗哟？这又不是你的家。这拿着谁的手机啊？拿着谁的手机啊？哎，你看你阿婆给炒的佛山的饭菜好不好？这是你给我的最爱。我让杨阿婆做西红柿炒鸡蛋。你让杨阿婆做的哦。哇，你还来回智慧啊！他哥哥的最爱就是西红柿炒鸡蛋，又没有吃他的茄子，他爱吃茄子啊。嗯，他爸爸也爱吃茄子。半小时的嘛。啊，俺家我的待遇好。吃完了，给你奶奶把饭端给家。你晓得吧？给你家把头上烫下来吧，好不好？染个红色的，别放心的。哦，这小姐把的带鱼母，你看吃出个毛气着的。你那三十五的够。哦，下了。时间表有点。大姐回去要搓洗了，现在。谁还讲我呢？他给我写的都这，你看我这样。哇，哎好。回的吗？回吧，不回。哇，哎他这演的好，让你吃我给你拍个照片。啊，结果是发现你好了。你看王子祥的还远远的好，如今。早回了啊？早。赶紧回。